嗱，邊個咧已經感覺到清新啦？我覺得咧就係我一係就想死或者坐監。如果我唔認識耶穌嘅話，我知道好多人咧，佢哋唔認識耶穌，佢哋一樣可以做到好多嘢，又享受生命。但係我話俾你聽咧，就話我自己，我都會遇到一啲嘅挫敗啦，一啲嘅敏感嘅嘢啦。我諗咧，即係如果我係耶穌，可能我已經殺咗好多人。幫你哋冇咁大聲講阿門啦。因為我咧嘗試咧做一個好嘅人，即係要有禮貌嘅人啦。但係你咁樣做係因為為一啲宗教化原因，即係好似你扭嗰個蓋扭得好實。如果你係一個係好強嘅性格嘅人啦，咁佢係一個好有道德性嘅人嚟嘅。咁你嘗試將啲嘢咧做得好完美，咁咧可能夠。做了一段時間之後呢，你會可能會遇到一些的壓力，你會有些東西就會是爆的，很多時候呢就是我們作為人的一個人性，我們可能遇到一點呢就會要裂的，因為去到一個壓力點，有時候很難再回去一個正常的社交生活裡面，因為很多時候你看到有些人呢，他們就失去了色彩，生命的色彩，因為他生命裡面有些呢就是破裂了。唯一呢我看到呢，當然我不是心理學家或者專家，但我看到呢有些東西唯一可以救贖呢，就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恩膏，不是只是呢就說很快地一次過做，但很多時候呢就是不需要可能經歷十年或者不知多久時間，有很多人呢是會在神的恩膏之下呢是很多年，然後呢就得到這個成聖、他們呢就可能生產不是很多，但是他因為神做了很偉大的救贖的工作在他們身上啦，那你不要做一個壓力煲，不要嘗試在外在做一些好人的事情，但裡面呢就很大的壓力，差不多要爆煲，而你是可能沒有了跟神的關係，那就是藉著你自己而已，那很快就爆煲了。你需要呢有些人的那個呢就是即係作為人性的講法，就話你需要有一個釋放的渠道，但呢樣嘢唔係只係解決你嘅問題嘅方法咯。你係需要就係當係與神咧同去一齊對齊嘅時候咧，神係供應你啊，俾你一啲嘅資源，因為你唔係不再係玩啲係宗教化嘅遊戲啦，係出於神供應俾你。如果是很政治化的對的事情，就是做一些對的事情，如果你是為了宗教化的原因做一些對的事情，長時間之後呢會傷害你自己，可能你要做一個頑皮的人，好像大衛那樣你就是可能在外表你做一些對的事，那可能裡面就很快爆煲了。但我們看回大衛和掃羅，其實我不知道我們說的東西是怎樣，可能我們說的東西都比較好玩，大衛和掃羅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他沒有即好像大衛那樣，他一樣就會殺人，他有時候會很暴力，他也做錯事了，他看就是這個別士巴，他又很喜歡去偷窺別人，他是一個很頑皮的人，但是掃羅也是一個是好的男仔，他當時照顧他爸爸的牛羊、奴仔等等，而他也在神裡面做了邪惡事情。如果你是對
人在國在 皇,、就是、皇室的角度看，素來可能做的事呢對的事多過多一點的、哦、但是個問題呢就是很久了一段時間，他上這麼久的時間呢就裡面呢外在做得很好，但裡面呢就爆煲了，開始慢慢不要去嘗試玩一些是宗教化的活動，最終你可能要自殺的，好像掃羅那樣就死了、啊、這個就是發生的故事。你可能在地上依然呢有一個軀體，但是呢你的靈魂是沒有了激情，沒有了在國度裡面的那種功能性了。而這個呢就是不是因為那個道德出問題，而是宗教化出了問題。如果你的生命裡面是沒有道德性的，神會直接跟你講說話，你會悔改，那你說、啊、主啊對不起，為什麼我這麼蠢呢，我好像做錯一些事，好像大衛那樣、哦、不是說、哦、只是幾個禮拜幾個禮拜，可能只是大概一日半，就是大衛呢和神呢悔改大概一日半時間，為著別士巴的事情，對不對、是不是因為搞錯了，搞錯了不要緊啦，總之他是悔改在神面前。那然後那我們講過一直有講，就是那個根的制度和那個基礎基石，不是說有一天你是、興奮，第二天你就頹廢，咁就係神嘅嗰個流咧，喺你嘅生命裏邊流動，透過你流出去，無論咧暴風嚟，抑或壓力，抑或咧就係其他問題嚟，你繼續可以咧去向前行嘅。好容易咧就係你去，你話啊，就譬如我有間屋，我可以咧油油啦，令到佢好靚啦，我可以做一啲我中意。任何的畫什麼畫你都可以玩一些基督即是宗教化的遊戲啦，但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你沒有基石沒有基礎，那這個呢暴風一來呢就會倒的你間屋，那而這個呢基石基礎呢不漂亮的，你有沒有見過人家呢是建屋的時候是怎樣，其實呢很悶的，如果你來到是住在這個建築物的旁邊，你會看到哎呀真的、我看不到有漂亮的、窗啦，看不到漂亮的景啦，我只看到一塌的這個工地，但是無論基石不吸引也好，但是它的重要性是很重要，你打好這個基礎就可以呢抵擋這個颱風啦，無論你舒不舒服，無論靚不靚都好，如果你的基石打得不好，很快就會沉下去。所以我們今天講基石基礎，就我們講緊之前有講，就是話那個根的體系，就是怎樣容許，就是透過這個制度呢去流動，如果是沒有這件事呢，很難呢去生長，很難去支持的、有不同的、那個叫做叫做根的體系，叫做呢就是根基啊。嗱，你好似咧嗰啲姜咁咧，咁咧其實就係嗰個莖咧就是、根莖，就係、是、一個咧佢就話佢點樣將嗰啲嘅叫做能量啊儲咗喺嗰個就係、是、嗰個嘅根嗰度。而咧，好似嗰啲嘅竹咁樣生長嘅時候，生長嘅時候咧，咁佢成個根嘅體系咧就係撒開咁樣去生噶。嗱，其實咧好多嘢咧就係你睇唔到，你睇到上邊嘅嘢，但係其實佢咧下邊咧不停咁樣去儲住啲能量。咁呢一度咧就喺度去儲緊一啲嘅能量噶。咁咧。咁可能有啲基督徒咧就話：你係咪真係得救㗎？你係冇果子嘅。但係如果你去，如果有啲人好真正嘅得救咧，你可能會覺得佢哋未得救，因為睇唔到佢哋嘅果子。
但是你不可以靠外在去衡量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内在发生什么事。而扫罗似乎是以色列的答案，而有一个先知性的征兆和一个先知性的话语，而这个是扫罗呢，就是他是同辈的之上，他有恩高，他可以呢就是去发预言，作为一个其中的先知，这样他有了这些的先兆，先知性的先兆，还有但是他缺乏了就是那个他不能够支撑国度性的东西，因为他的根基出了问题，所以最终他失去了他的国度，甚至乎就算他戴着王冠，他都不是一个他已经丢掉了他的王国，他不可以支撑到他的王国。而他的表面呢，他看到呢就是有果子，但是他的根基是没有果子，不能够支撑他上面的那个体系的。所以你的根基打得不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要看到扫罗他那个生命，你会看到是真的不稳阵，而是真的谋杀的。你会看到就是表面上可能看不到什么发生，但是下面正在在做些事情。如果你只是去表面地去量度，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好像个竹一样，突然间有一天它就长了那些芽，因为很多年了，它在地基里面呢个根呢在那里扎实扎紧根。那你他们就说竹呢第一年呢就睡觉的，就安息，没事做的，竹整年都不用做事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得救的？这个人什么都不用做，没事做，见不到果子。那有些人呢30年都没什么做过，40年都没什么做过。因为如果你说没事，其实你说他的表面，但是内在的神在这里建立他，是一个武器来的。就算是当今的士兵，他们不是说第一天就走去打仗，而他们去哪里？第一天就要去训练营，而很多时候是6个月、几个月的训练。那由最低级开始，你如果要去一个高层次的军队，你一定由零开始，然后你才可以爬上一级级级这样的。可能 你去晚上的課程，有時候我們說的全日，那我們也有教會，教會都是個軍隊，那我們也有時間去訓練他們，不需要給壓力他們表面上要做些什麼果子的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大聲這樣叫喊，跟你們這樣叫喊咁咧就係、是、而呢一個咧就係、是、第一年咧，佢係冇嘢做嘅嗰啲嗰啲嘅竹。咁然後咧就開始第二年咧就會有啲嘢慢慢開始有嘢睇啦。嗱唔似咧就係、是。咁其實佢咧就係好似個根咧，就係有啲其實真正實質嘅嘢咧喺個地上地下噶。第一年咧，第二年咧都係裝備，第三年就開始就跳啦。咁咧有啲乜嘢嘅？咁嗰個係竹嘅成長嘅嗰個高度咧，每一個鐘係生4厘米噶。有些呢一日呢就生了成米咁高的。他们说呢，如果你是有这样东西，你去看观察它呢，你是看到它的成长的。当它真的成长的时候呢，它不是呢就是它是只是。那其实呢你看到呢顶已经这么粗呢，其实个底已经是粗的。而呢就是你有一个譬如一间屋。就是你是要是有竹，
你可以全日喺度咧就斬嗰啲竹，但係好快佢就生翻咁好高噶啦。因為咧，其實真正嘅嗰個成長係個根，唔係上邊嘅表面你提到嘅嘢咯。就算你每日斬佢咧，佢都好快生翻出嚟。即係話無論咧你我哋喺外在嘅去批評耶穌啊、敵視耶穌啊、鞭打耶穌啊等等啦，呢樣你有冇見過耶穌咧？就話唔好去殺咗我，唔好咧斬咗我嘅身體部分。耶穌從來冇咧係做呢樣嘢嘅，從來冇，因為佢嘅價值觀唔係因為睇到佢嘅果子，唔係睇到佢嘅外在。真正嘅喺約翰福音六章，咁咧佢係，咁咧就係佢嚇走好多人。因為當他對著人說，就說你將會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時候，其實他根本就不會去太過在乎外在的東西，因為他知道是內在是什麼，是真的表面以下的那個真實的根部裡面發生的事情。每一次呢，你是出於你的生命你說我同神與神同行，我的基督徒的生命，每一次你這樣說的時候，你可能是在玩一個政治化的遊戲，你可能開始去想人家所想的事，可能你覺得這件事是叫做輔導，你可以去說任何的詞彙的事情，但你說的事很多，如果是說表面的事，而不是出於神的那個實質裡面的事。可能呢，第一次的颱風，如果你玩一個呢遊戲，是宗教化的遊戲，那你只是看到表面的那個果子，而有一天呢，你的根基不夠強壯呢，你就會是失去的了。但很多人呢，不是靠那個果子去運作，而是靠呢是屬靈的根基去運作的。那呢，就算你斬了它的表面的竹也好，但是它那個底部呢依然是不停在生一些竹來。那我想成為呢是實質的東西，就是根基的東西，不是表面看到的東西。當我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呢，我都會有暗瘡，我現在有時候都有。你知不知道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他們覺得很困擾，咁啊，有時咧就係想擠咗佢，但係咧令到你塊面更加糟糕。咁啊，你真係好在乎太多人哋點樣諗你啦。你可能做一個年青人你有一個新冠你又中意戴啲口罩啦。咁咧，可能有啲人話：，我睇得咁倉，我唔去派對啦，因為覺得好尷尬。其實咧，唔好去批評呢啲人，因為我哋都係曾經喺佢哋嘅位置上。我真係其實唔會就係在乎我嗰個表面上咧嗰個即係暗瘡。跟住我嗰日問阿John，我話你個鼻係咩嚟㗎？佢話係暗瘡。跟住佢話哦，因為好多時喺學校啲男仔唔講呢啲，好多時咧就係我個鼻上有一啲嘅暗瘡。我勾下勾下，我就不理佢嘅。我哋好多時咧，我哋要行喺信心裏邊，唔係靠著我哋眼見嘅。就算你個鼻度有暗瘡，理得佢啫。就算我擠，跟住令到好似好誇張嘅事情，唔係唔使理佢。如果你咧係譬如話我冇錢咧去找呢個租金喎，你要係著件新嘅衫，你唔好著舊嘅衫。你唔愛主啦咩？我唔係講緊你有冇禮貌，有冇尊重人，我講緊就係話
是宗教化的那個外在所發生的事情。有些人呢，他回教會喜歡呢就穿西裝啊、打呔，我們不是批評，而是這個是他的文化啦。而你真正是去合資格成為神的仆人、神的兒子，不是因為你穿西裝或者打呔啊。其實呢，你穿得漂亮，帶著個大的聖經回教會沒問題的。但如果呢，當這件事成為一個是宗教化的一個表徵，而是嘗試證實你是一個呢，在即是神在作為基督徒，你是一個結果子的一個即是徵兆，去被人看到是一個象徵的時候呢，就是一個問題。所以呢，就說你不要玩那些是外在的遊戲，而是你要留意你內在。如果你有一個根基是根的那個體系，無論那些人怎樣說你，喜不喜歡你，無論他們用什麼策略對著你，說哦 Heather 你這個禮拜沒有做這樣那樣，你會說哦是啊，我沒有做啊，但我得著的價值觀不是因為我有沒有做這件事，而是我的價值觀是在乎是我是一個什麼人，是他天上爸爸去定義我是一個什麼人，不是其他人去定義我是一個什麼人。很多基督徒呢，就很多基督徒他們是玩呢宗教化的遊戲的，他們呢就會是令到你是壓低了你的。有時候是可能你需要學習，就說不要依賴他們。可能你會說哇，這個呢就是很即是醜陋的事情，我不想呢跟這件事掛鈎。要明白呢，就是作為基督徒呢，我們不是看外在離開這個宗教化的個思維和行為。你不要看外在，而看他內心啊。我說我不是好像他們這樣的，我不要這樣。其實有時候你想，可能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其實都不是的。第一年睡覺那些粥，第二年呢，第一年呢就是休息去就是要去睡覺嘛，去接收嘛，儲能量嘛。你呢就如果是不停做好多用好多力流曬汗咁樣去闖入，咁好多人呢佢就嘗試去賭博啦，中六合彩啦，好多時佢哋都係輸錢呀。咁可能唔知一個某個百分比嘅人先可以中獎呀，唔係所有人都會中獎。咁咧，無論咧係點樣樣都好啦，好多時你都係失敗噶嘛。咁咧就寧願就話有一個貧窮嘅思維，但係要容許佢慢慢去轉化咯，好過你一個錯誤嘅思維。你要進入一個咧係瞓覺嘅狀態啦，安息嘅狀態，你係要變得好舒服。你不是做什麼，而是你去為著那個小小的果子所結的果子去感恩的。可能跟隔離的人呢就是比較沒什麼做過這樣，但是你說感謝主，我可以休息啊，在你裡面去得著能力啊。如果你開始跟其他人比較的時候呢，你就會專注了你的價值觀在哪裡，而你呢就是開始會產生更加少的果子。而這個是一個啟示性，一個展示，不是一個批評。感謝主呢，就是當我感覺到為 Patrick 呢是妒忌的時候我就跟神說，就說你幫助我吧。你去到第三年好像竹那樣，他開始呢就是跳的了，就生得很快。
咁咧就會有更加多，你能夠生產更加多。當你開始跳嘅時候咧，你咧就係離開咗第二個階段，就係嗰個係慢慢爬行嘅階段。你要開始做嘢咧，就係要斬低其他啲人嘅果子，而佢哋咧會變得咧係好有批判性，因為你停止咗生產啦。咁咧，你要咧係好安息於嗰個神嘅安息當中。你咧就要常常都係安息喺神嘅安息中。當你咧完成咗啦，進入第二階段就喺度爬行。你要咧為著你所做嘅嘢啊，當你去到第三階段去跳嘅時候，你都要為呢啲嘢去感恩啦。嗱，多謝啊！多謝咧，就係神啦，同埋俾我哋能夠，我而家未去到嗰個地步啦。咁有陣時咧，有啲果子咧喺我生命裏邊處理啦成長，但我冇去處理一啲嘅問題，因為我冇乜安全感，或者我唔夠咧大膽啦，然後或者係俾太耐啦，攤得太耐都冇去處理。跟住會去覺得我好緊張呢個果子，咁咧就係、是、大神話你翻返去安息當中啦，多謝主，我可以翻返去安息裏邊，因為我係你嘅兒子。Amen, amen。你可以咧做你想做嘅事情，如果你想生產嘅就生產，但係當你咧就係、是、可能有一些風暴的時候，如果你的根基打得不實，你一定會有問題的。直至到呢，你作為一個中間人，好像 Patrick 上個禮拜說，就是說除非你真的依靠神，如果不然沒有果子能夠站立得穩，你就算你快過神，或者是快過神所說的東西，但是記住你不可以跑快過神，因為神是無處不在的。你只是去跑得快的時候，是因為祂要你跑得快的時候，你跑得快就 OK 了，你快過神是沒問題。現在你要是依賴住挨住神去做這件事，神就會帶你去走這條路。記住就你真的在生命裡面不是出於果子去作工的，而是出於呢個根基去作神的工的。上個禮拜我們講亞瑪力人，啲人講以為呢係嗰個係腓利士人，腓利士人是以色列的第一個的敵人，很多人都係咁諗，其實不是，亞瑪力人呢才是真正以色列人的第一個敵人。咁咧就係佢哋攻擊以色列人咧，就喺 Riverdam 呢個地方，而呢個亞瑪力人攻擊以色列神嘅子民。咁而呢個咧，咁咧就係嗰啲人，佢哋唔單止係攻擊以色列，佢哋亦都係攻擊軟弱嘅人嘅疲憊嘅人。咁神咧就話咧，命令掃羅要去殺曬所有亞瑪力人，包括所有男人、女人、小朋友、所有的牛羊、所有的牲畜，因為你不可以攻擊我的兒女在我給他們安息的地方，因為安息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石。你可以有這個，就是基石。當神創造了這件事，在七日裡面做了什麼呢？就是最終那天神就安息了。而神呢就是讓你看到，就是整個那個平台，神呢就是做了這些六日所要做的事情，然後他就第七日就安息了。當一個男人醒來的時候，亞當，那他被造是第六日被造，跟住佢醒嘅時候，佢進入第七日，而即係神俾佢睇到第一樣嘢咧，就係神俾佢睇到咧，就係第一樣嘢就係安息，唔係所有創造嘅嘢。而佢醒嘅時候係第七日嘅，而最偉大嘅圖畫咧，
就是神给这一人的图画，就是安息。我记得几个礼拜前呢，我记得就是跟神立约呢，就是与人立约呢，神呢就是很多时候将人呢去进入睡眠的状态。那他给亚当因为他要创造个女人嘛，所以将亚当进入睡眠。那呢就是咁耶穌亦都係被進入嗰個睡眠啦，因為佢要上十字架啦。咁咧就我哋見到呢一個安息，當我哋咧進入呢一個平安，就係話點樣依靠傍住呢個神啊。咁呢樣嘢咧去臨到你啦，亦都係透過你啦。咁你可以睇到好多問題嘅存在。咁我哋咧就話啊，呢樣未搞掂。那樣東西我們可以搞定，我這一座山拿走它，無論你去到的地方不是是安息的，不是看到怎樣神去創造的，你呢就看到這座山，你說OK， 如果我只是呢就說是可能呢要再買夠的炸藥啦，然後我就可以炸出條路來了。那呢就是神的話語說什麼？我要敬拜我，哎呀，耶穌沒有時間了去敬拜你，我要搞定這座山先，我要你去愛我的鄰舍，我沒有時間了去愛鄰舍，因為我要拿走這座山先，因為那座山就是我的問題了，我太多問題了。幫你在笑啊，摩西咧就去帶以色列人過咗紅海啦，好多人都喺度投訴佢啦。哇，摩西啊，游多啲水啦，跟住我哋咧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噶啦。唔係咁噶，唔係神話咧，我已經俾咗你啦，俾曬你噶啦。啊，你睇下我俾咗你嘅係啲乜嘢？佢咧完全咧就係、是、就是去經歷這個神蹟，不是是那個時候才發生，而是一早已經是經歷了，而是神已經一早供應了。你只是需要呢就是求神去讓你看到和讓你經歷到神一早供應了給你的東西，不是求神供應給你。你說哎呀神啊，我只有五分鐘而已，咁咧，我需要咧就係將個銀幣啊喺嗰個魚嘅口裏邊攞出嚟。其實我都唔知道神點樣咧，就係將嗰個銀幣掉咗落嗰個條魚嘅口喎。但係神就係知道呢樣嘢會發生咯。就係呢一啲嘅喺缺乏嘅當中。而我哋咧，真係知道我哋有缺乏，但我哋點樣睇到神嘅供應嘅充足嘅豐盛咧？咁神咧，其實喺度等候我哋去動工，就係睇下我哋點樣去攞啊、支取啊。我哋要做咧，就係喺佢安息裏邊去支取。就好似 Bonnie 同我講：，哇 ，Sean， 喂，我哋咧雪櫃冇食物啦，我哋要買食物啦。跟住我喺架車度，哦，我 OK， 冇食物冇食物咯。哦，我要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已經擺咗啲嘢咯喎，擺咗喺個車尾啦。佢話：哦，我 Bonnie， 你安息安息，冷靜，我已經處理咗啦，我已經供應咗啦。我知道你會肚餓嘅，我知道我嘅仔都會肚餓，我已經買咗啦。你只係唔好喺神嗰度咧暗暗沉沉。其實 Bonnie 都同我喺度暗暗沉沉，我哋好多時同神都暗沉，我哋咧講，我哋覺得我自己好似個老人家咁樣，成日喺度拍門，主啊俾我啦，拍門啊主啊，但係神話你係我所愛嘅兒女嚟嘅喎，我同你講我你係我所愛兒女，我點會唔記得你需要嘅嘢咧？哦，唔係咧，嘗試有陣時先去祝福你，唔係。神話咧喺你媽媽冇福未出世先，我認識你噶啦。咁咧，神真係有好多咧豐盛嘅喜樂喺佢心裏邊，而佢咧點樣去將你編織出嚟，製造喺你媽媽冇福嗰度咧創造你。
跟住咧，我就話睇到呢個人咧係24。啊！神話，哎呦，呢個人仲未出世喎，而家我嚟去編輯下呢個 BB 先。咁神嘅嗰封信係已經存在咗，已經係等住要去充足，去下載落嚟俾你。你又不停喺度話，哎呀，天堂要落嚟，落嚟，落嚟。哎呀，就不停喺度禱告話，哎呀，喺度咧暗暗沉沉，神話俾啊俾啊俾啊。其實神話我已經俾咗你啦。嗱，你嘅工作唔係話求天堂落嚟啊，你嘅工作要回应，回应咧去睇到神系点样已经祝福咗你，点样去回应翻神嗰个供应咗俾你嘅嘢啊？但你同样嘅福音，你呢一个福音就系你点样去参与，然后咧去反映出嚟神所做嘅嘢。你不是就是神的答案，就是对你所有的问题的答案，你不是，但是神自己是你所有问题的答案。当你而是在一个位置去运作，就是为着食物，你不能够进入安息，因为你要明白这些东西好像你撒种，你撒了落地下，你说哎好痛，我现在要立刻吃个苹果，你现在要立刻出来的那个苹果。耶稣，你而家奉耶稣基督名，你而家俾个苹果我食，食物食物食物，要即刻咧，我宣告我要有食物食。喂，唔使咁样噶，你已经系撒种喺一个啱嘅时候撒种，而咧啱嘅时候长芽，佢会结果子噶。而咧就系我唔知道耶稣点样将酒变成将水变成酒，我觉得咧就系、是我冇聽嗰個牧者咧解釋得好清楚，耶穌係點樣將水變成酒噶？唔知啊，我都唔知噶。你唔需要明白點樣噶，你好玩嘅。有陣時你去諗，如果神去啟示俾你睇到，但係你唔需要樣樣都要知得咁清楚噶嘛。最重要就係你生命裏邊彰顯咗神嘅榮耀啊嘛。即係 Rob 講，你就需要做個羊，你就係跟隨耶穌嘅聲音。去帶你去到青草地上，然後他要你安躺在青草地上，他會讓你看到果子的了。他不是一個農夫，他是一個收割者，豐收的收割者。讓我再講多次，亞當不是一個農夫，他是一個收割的豐收者，因為他其實所有咧依啲原因有曬果子，佢肚餓就摘一個嚟食，摘一個嚟食，因為神一早供應咗啦，佢唔需要去耕種，唔需要做農夫。你話多謝主啊，你一早已經供應咗，但係神啊，你話咧你自己講噶嘛，你嘅話語，神咧會俾你睇到佢嘅豐盛。可能有陣時我哋收到電話或者電郵，你話哎呀主啊，我需要一個係啊。可能呢你需要去知道，因为神是用第二个方法给你看到嘛，而你呢是完全是 不可以去回那个原型，因为你尝试用另外一个方法，但是呢就不是你，其他人都是这样，你是变得很宗教化，你说我需要这样，不是的，可能你真的不需要的。可能你需要一些你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祈祷过的事，那你说祈祷爸爸你给我显示看到，这个就是谦卑了。你不是告诉神知要做些什么，有些人呢是为他生命祈祷，就说神啊，你要做这样做那样做，你要祝福这样东西，祝福这个人，要保护这个人、有很多呢宣告的时候，有很多宣告命令的时候，但是呢你应该说爸爸俾我睇到，俾我睇到你嘅良善，俾我睇到咧，你是一个点样嘅神？喺嗰个祈祷嘅结束就话 ：，OK， 我需要做啲咩咧？我系需唔需要做啲乜嘢咧？你唔系去咧，去操控我哋嘅神。你唔系佢神，唔系你嘅秘书啊，佢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你系需要去祈祷啊，求嘢，唔系去命令佢啊。而讓他呢去展示給你看到他的豐盛，他的豐收，而呢就是一個很正的。有時呢我們是有一些的 去,、
去结果子的工具。我生命里面最大的错误呢，就是当我是操控神应该要怎么做，我就是将我力量降低，我以为自己知道一切，这样是最惨的事情，而呢不是这样样去得着智慧。另外呢好像耶利好像譬如举例啦，好像你想象一下我的仔 Sammy 三岁，咁佢咧就係佢同我講，你話誒好重要嘅，佢想好多嘢要做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爸爸好重要，好重要。有一日，我咧唔知道點樣教導仔女啦，我都係第一次做爸爸。你知道咧，就喺家庭裏邊都有個體系嘅。咁咧 ，Sammy 有一日咧就同我講：爸爸，我哋要做乜？我要做乜乜乜？我喺度諗下，你個僆仔嗌我做嘢，我打你劈劈。咁我咧就覺得好搞笑。佢嗌我要做啲乜嘢嘅時候，佢咧係明白佢要俾命令我要做啲咩，跟住咧我就順從佢，即係去做他想我做的事。但是你想想，其实话语有能力的，那呢就是他整天都叫我要做些什么，就会一个呢灾难。如果无论是你家庭，你是做生意或者工作教会，一是就有人被炒，一是有人被聘请，那其实呢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对神都是这样，我们呢开始呢就是命令神去做些事，但是神依然咁好爱我哋，咁咧就系依然，哦系啊，你想我做啊，哦我为你做，嗱你睇下我所命令嘅，所为你做嘅，系啊，神咧就好爱你，咁咧就系，有阵时我哋做一啲错误嘅嘢，但系攞到得嘅啱嘅答案，咁好多時我哋咧就將呢啲我哋命令神要我哋做嘅嘢咧，就成為一個好宗教化噶啦。但係當然神好多時佢聽你祈禱係因為佢愛你緣故，但係你都要拎走呢一啲嘅所有呢啲嘅廢話啦。你話咧，神啊，你俾我顯示，我應該咧做一個嘅祈求，應該點樣去同你溝通？咁咧就係我生命裏邊最大的學習的功課，就是我呢就是上次做了一個錯誤的事，就是我怎樣面對風暴的時候呢是怎樣做的，那不是看結果，不是看果子，因為果子會傷害你。而呢原來我學的功課就是當我遇到風暴，我要進入它的安息，不是看我要做到什麼果子出來，要做到一些事令到有結果子。好了，這個是我的開場白。好了，講緊亞瑪力人，OK？ 而亞瑪力人呢攻擊以色列人，而呢攻擊他們的那個地方，那神呢的目的呢就是宣告，就是掃羅作為一個王啦。这个其實咧就係相信多過30個勇士嘅大衛，佢唔係靠咧宗教化去運作。咁當阿 Rob 喺度數嘅時候，其實咧佢成日咧講錯數字，佢講三項，其實佢已經講咗四樣。咁咧就係話唔係關乎咧嗰個係表面上嘅嘢，但係對於以色列人嚟講咧係一個大嘅錯誤啦。
佢話又搞錯咗同呢個故事啦，混淆咗啦。咁咧就係大衛咧，從呢一個三十個勇士一齊開始嘅時候，有三十個勇士。咁咧佢嘅爸爸都係拒絕佢嘅。咁咧就係、是、哦，佢一個彈琴嘅男仔嚟嘅喎，點解冇被邀請去派對嘅？佢爸爸冇邀請佢喎，大衛嘅爸爸當時唔係咧。究竟外在有冇被邀請？真正咧就係撒母耳，撒母耳咧就話啊，呢個就係佢問神啊，撒母耳係咪真係呢一個人係以色列嘅王啊？咁神話咧，我唔係睇外表嘅，我睇內心嘅。咁咧，神咧最終係揀選咗大衛咧，因為佢係跟隨神心意嘅人。佢唔係似大呢個掃羅咁，佢係宗教化嘅。佢大衛一啲都唔宗教化。而呢一個嘅恩膏係喺一個譬如就係嗰個哈拿佢祈禱啦。讓佢能夠有個兒子嘅時候，哈拿祈禱，咁神就俾咗撒母耳佢嘅，因為哈拿當時係不能夠生育。咁咧就係、是、我講緊就話，咁係由一個係一個國嗰度，當呢個係撒母耳咧，佢係恩膏。恩膏一個人的時候，他是用一個好像個瓶裝裝油的瓶，但如果用一個角去裝這些恩膏油去恩膏的人就會永恆的，但他不是用角裝的油去恩膏掃羅，而是用一個玻璃裝了油去那個恩膏這個掃羅，所以這件事不會永恆的。掃羅都是一個很高大英俊的人啦。你要合一，你想呢就是掃羅和三十個人一起，三十個人一起呢可以合一，帶著能力的人一起。你是不是嘗試呢就是有這個財富啦。你去揀曬所有嗰啲重要嘅嘢，咁咧就所有以色列人都好開心啦。當時咧就係佢哋話啊，我哋有個以色列王啊，就係掃羅。我哋知嘅嘢咧，以為咧行得通，其實我哋知嘢好有限，因為掃羅佢唔識得咧進入神嘅平安，而呢一個咧掃羅佢冇試呢一個安息係重要噶。而呢個戰爭嘅時候，佢哋開始係贏嘅。其實唔係佢去係出兵嘅，因為佢好驚啊，佢好蛇骨。但係佢嘅仔啊約拿丹，咁咧就係、是、而係掃羅咧打咗兩次嘅仗，咁唔係掃羅咧係出兵先嘅，因為佢都蛇骨。而呢一個咧約拿丹係起來咧啟動呢個戰爭先嘅，佢話咧。佢就咁咧，就係佢咁咧，就係佢做呢樣嘢時候咧，佢就問神，所以咧就約拿單就得著呢一個勝利噶。咁咧就係呢啲好奇妙事情係發生噶。而呢個掃羅就話咧，佢話咧冇人佢話咧冇人能夠進入安息，冇人咧能夠食嘢，除非我哋趕走曬呢啲嘅仇敵，離開呢個山谷。因為他命令作了這個命令，任何人去吃東西我們就殺了他。而人呢就 是有一個，但是呢這個靈是大衛的靈，而約拿丹他呢是開始個攻擊，而他是得著為著以色列打贏仗，因為他被恩膏去做。如果大衛呢是他是好像約拿丹一樣，同樣一樣都會贏的，因為他們同感一靈。接著呢就
兵士咧，士兵咧就開始肚餓，但係掃羅就堅持就話咧唔可以食嘢，但係咧約拿單開始就係肚餓，跟住咧佢就瞓好攰，跟住佢好肚餓，佢就將呢個咧就係蜜糖啊，就係頂唔順都要食攞啲蜜糖嚟食，同埋都要休息。然後當佢食咗蜜糖。咁咧，佢嘅眼光開始發光，跟住咁咧就係掃羅，跟住咧知道咧有人食嘢啦。我唔知道咧，咁咧就係佢哋喺度就唔知點樣去做嗰啲籤啊，係嘛？即係跟住佢哋發覺咧係約拿單食咗嘢。他不是呢做完全跟掃羅命令一樣去做，那掃羅呢他做啱了事情，但是差不多準備要去殺他自己的兒子約拿單，嘗試在表面上看來有體面，那究竟誰去拯救了約拿單呢？不是他的爸爸掃羅，而是那些人啊，那些人民呢就拯救了亞拿單，就說不要啊不要啊，叫他不要殺約拿單，這件事是很邪惡的。掃羅呢很珍安息，他完全不明白安息的價值，因為呢亞瑪力人呢他完全呢他們不敬畏神，也都不懂得安息，即不停去攻擊以色列人。所以如果我們都不懂得去看這個根基，進入這個安息的根基的重要性呢，我們就是會很容易做錯事情，我們是靠自己的能力了。如果大衛決定要做些什麼，無論他的男人對他的士兵跟他說什麼，他都會將工作做好完成的。所以呢，素來有這樣的性情思想，我們要呢不停去努力的去耕種啊，努力去做一些事，要為耶穌做一些事。聽落去呢好像有些基督徒所說的說話，我們為耶穌做事，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呢變得一塌糊塗了，他的教會一塌糊塗，他自己家庭生活一塌糊塗。但我想跟大家說，國際英榮堂，我現在想宣告我的對於我的兒子的價值，作為和對我自己個人的家庭，比這個國際英榮堂是更加大的、那個、價值。你不應該信得過我，如果我將我的家庭和兒子擺第一位，多過擺在教會擺第一位，那你不應該去信我了。如果我多過一個老婆，更加不需要帶領教會了。我應該呢就是愛我的家庭，在個秩序上、層次上，那呢就是在家庭裡面呢是有一個呢就是一個層次的，我們是講一個 普遍性的一個秩序。如果你願意去犧牲你自己的家庭，為著是那個使命，可能 90% 的時候都不 是一個對的，咁咧有陣時咧，你經歷嘅嘢可能咁，你係行喺個試驗裏邊，咁咧就係咁咧就我相信咧就係係咪要為天國咧係捨己咧？呢樣嘢咧唔係個個都係咁樣做嘅，係睇下神係咪咁樣呼召你。咁而你係對於
教會的價值觀。如果是邪教的行為呢，就很多時候會怎樣教你呢？就說你要去將你的教會擺第一，將你自己的家庭撥在一邊。你不要拜你的祖宗，因為對你來說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嘗試將你去帶我面前，讓你看到我好像覺得捍衛呢做了很多好事一樣，我去那個教會就是我去那個教會呢，我的牧師是會這樣對我說的，就你不可以去你弟弟的21歲生日的派對。21歲外國人來說是成年的派對，不是18歲。牧師說不行，我們有祈禱會，你不應該去你弟弟21歲的生日派對那裡。其實呢，我看到他的面孔是好像給我一個壓力，要去做一個選擇，究竟我是選擇耶穌還是選擇我的弟弟。有一些經文呢，就是走在一起就說，你要憎你的父母，你的兄弟，那些人呢就會變成一個神學論。但耶穌說，耶穌都有說，為什麼你要去做十一奉獻呢？你不是在你父母那裡拿了些錢走嗎？你是不是應該都要是愛你的兄弟呢？你不要抽稱一些經文，然後就透過神學論而忘記了根基的事情。你不要就是叛逆，就說星期日我的家庭要喝茶，所以我就不回教會了，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在說你所做的事是不是一個宗教化，還是看你的心。而我呢，我和我 Bonnie 還有 Sammy 還有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父母，我們都是離開我們的國家來到這裡，因為我們看到的價值就是耶穌要我們來的這個地方大過是我們自己的國家生活，不是只是自動這樣去變得是叛逆，沒有人能夠做得是完美的。但你應該要，或者我你要去看，就說究竟那個人做事是不是與天國對齊咯。所以大衛呢，好了，差不多講完了，那就是大衛呢是進入，他是已經準備好要安息了。那他就他要需要跟紅人呢去爭戰，他要跟紅人，但他不是每天呢都是跟獅子在爭鬥的。大衛都是很得勝的。我跟 John 呢說了很多聊很多偈，我希望你不介意我這樣說。 John 剛剛畢業從大學恭喜他啦。很重要呢，就是要被受教育啦，他不是浪費時間。剛剛完了，就是上個星期四，有四天，我們呢就是一個很長的週末。他說，哎呀，我有很多事情要回應啊，跟著我就笑呢。這個是不是人性呢？我們會覺得我們完了一件事，兩天後呢就一定要做第一些事。我對呢就是 John 去鼓勵他，就說安息啊，而呢就很多的個履歷表，有很多你不要一定要樣樣都贏，整天都是樣樣都是整天都講到啊，整天都開新的教會啊，為什麼神要給一個口你，亦都俾個 pat pat 你咧？
我不是嘗試呢，就是很沒有禮貌。我告訴你，我們經常都吃東西，但你不需要經常都要去廁所的嘛，是不是？你去吃間時間你去吃 OK， 那就是說你的口不需要經常都吃啦，那就是廁所一日幾次沒問題。如果你一日都在廁所那裡，你就有些問題了。咁咧就係、大衛都唔係周圍咁樣日日去殺獅子噶嘛，但係咧有啲時候佢要去殺獅子，咪殺獅子咯。但係佢唔係成日喺度彈吉他噶嘛，咁有時候要彈吉他，咪彈吉他咯。咁神係俾你咧氧氣啊，手手腳腳啊，俾你做嘢，唔係成日都要去做嘢，有休息嘅日子啊。所以這個電話是很不好的，因為這些呢設計呢就要捆綁你，整個電話都要看電話，有好的好處，但也都有壞的壞處呢，就很多些就是社交媒體就是講的東西令到你很浪費時間。有時候你可能只是需要靜靜地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不是看電視，不是看書，不是跟人聊天，又不是看電話很慘的，因為你突然間什麼都不做你會覺得哇，即究竟發生什麼事。因為呢我真的那個拇指有一天都很痛，因為我經常在那裡看手機，因為是已經是不要只是做一件事，常常都是做一件事。而在這個猶太人的那個掛曆那裡、月曆那裡有個節期，那這些呢就是有時候去撒種，有時候去收割，有時候你要跑，有時候要睡覺，有時候要休息，有時候犧牲，有時候去講道，你不要變得很宗教化。你的季節性是你的生命，你的需要，你是呢有時候需要呢只是單單地去即深呼吸一口氣，然後就是出一陣力就 OK 了。所以講回掃羅，沒有呢安息的價值觀，好像大衛這樣的價值觀，他沒有呢即神對亞瑪力人那種憎惡，他去戰爭，他打仗，神呢跟他說他呢沒有殺那個王，沒有殺了所有的動物，他留了一些呢最漂亮的牛羊啊，好像是不是3000隻左右啦，他沒有完全屠沒了亞瑪力人。而對於這個撒母耳先知來說，那他就很生氣了，對於就是掃羅，那就說你不是聽隨神心意，你不是跟隨神心意的人。那而呢大衛呢就是充滿這個頑皮啦、喜樂啦和安息，而他是外表他是被恩膏，他呢就是他做事也很出色啦。咁咧就係佢去到哥利亞面前，咁咧然後佢係殺咗呢個哥利亞。咁而呢一個掃羅嘅責任咧，就係佢要大過佢所有嘅同輩。嗱咁咧就係，咁佢哋咧就係，佢哋當時而係嗰個腓利士人，亦都係長年攻擊他們啦，以色列人啦，所以呢都收穫了很多以色列民的那個武器啦。咁而當時掃羅是作王啦，有40日的時間呢，掃羅不夠膽出去，因為那些人很害怕，他們很害怕。想想啦，是在這個呢王的那個王室裡面，掃羅是在那裡安息啦，咁咧就喺度宣告啊神嘅德性啊，感謝神啦、啊，定系喺度做咩咧？佢好緊張，咁
咁咧咧就成日聽到啲報告就話有幾多個人死咗啊，有幾多個人咧就即係可以翻到嚟教會啊，有幾多嘅管理啊，掃羅咧喺度有幾多嘅管理壓力咧？咁當我哋咧就係自己負上翻呢個責任嘅時候，有陣時咧有一啲嘅活動，而我嘅活動咧係唔能夠成為一個藉口，就話神呼召我哋要做嘅嘢冇去做。咁咧就係乜嘢咧？神呼召我哋要去做嘅就係安息啦。嗱、你話唔得啊，太多嘢未做啊，做呢樣做嗰樣做嗰樣，除非神呼召你要去做，如果唔係咧，安靜，安靜喺神裏邊啊。咁咧，因為你冇安靜係諗人哋嘅嘢，諗得太多啦。咁咧就係大衛出場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哥利亞啦，呢、這個巨人。跟住，如果大衛話啊咁樣，我而家去到或者喺度諗，哦有啲咩獎賞咧？咁咧就係佢係邊一個咧，將會咁嗱就係成個，因為掃羅當時唔夠膽負呢個責任去打呢個亞瑪力人，咁咧就係、是。咁咧有啲人咧就聽到咧大衛嘅個名聲啊，咁當係嗰個亞瑪力，即係呢個哥利亞咧巨人咧出現嘅時候，好多人就好驚，嗰啲人就跳起身去睇下呢個巨人。咁咧跟住佢哋咧就同掃羅報導呢個問題，就話啊，跟住就係可能。咁呢一個咧，大衛去到咧掃羅面前就話：啊，神俾咗一啲乜嘢嘅好，即係一個有啲乜嘢嘅好嘢嘅，俾咗呢個男仔咧，一個牧羊人嘅男仔。你睇下神點樣去釋放我？咁咧就係咁咧喺一個關係裏邊，就係、是、神都要釋放我去脱離呢一個兇惡。咁咧就係呢個掃羅做咗啲咩咧？OK， 而呢個撒母耳記上17:38-40，咁咧就係、是、咁咧就係掃羅嗱，我哋睇翻嚇，睇翻呢段經文先。OK， 撒母耳記上17:。誰應該要處理這個問題的？其實掃羅要處理這個問題的，不是他的老婆，不是他的老闆，不是他的牧師。好了，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他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掃羅對大衛說，你去吧，耶和華必與你同在。啊，你為我得著這個是恩膏啦。咁咧，掃羅把自己嘅戰衣給大衛穿上，將銅盔戴在他頭上，又給他穿上呢一個鐵呢個義甲啊。咁咧就係可能啲人話啊，掃羅你真係好慷慨，有陣時人會俾嘢你，但係唔係俾你噶，佢係為佢哋自己嘅，你小心。有一個咧。就是箴言講就話咧，你坐喺個王嘅張台上邊咧，你要小心啊！把刀去到你喉嚨嗰度啊！有兩個原因，第一，如果你個刀去到你嘅喉嚨，你食唔到啲乜嘢；而咧，因為咧，你就要好聽話，因為個王咧有權柄可以殺咗你個頭嘅。所以呢咁佢OK， 咁掃羅把自己嘅戰衣給大衛穿上喎，咁咧就好可能咧，點解咧？咁啲人會唔會會覺得啲人就睇到大衛就以為係掃羅咧？因為佢著咗掃羅嘅衫，
咁有啲人咧想你去做一啲嘢，而佢哋得著呢個獎賞嘅喎，佢哋俾你能力去做一樣嘢，睇落去咧係其實係佢哋做啊。我唔覺得咧，大衛當時係明白掃羅所諗嘅，但係之後幾年後咧，大衛就知道啦。因為他知道掃羅很妒忌他，也很討厭大衛，也是去利用大衛的。不是所有很慷慨的人都是這麼慷慨，你要將把刀放在你的喉嚨上。我不是說你要去覺得所有人就是憎你的。我當開始做生意的時候，有人給400萬的錢去做生意，但我聽到神說不要，我當時不明白，但現在明白。咁另外一個的就是有人給500萬我，50萬我去做這個生意，但呢即我覺得我的人工也是比我現在多兩三倍，但神跟我說不要做。我真係好感恩，我個腦唔會行得快過神嘅聲音。咁咧就係我唔係想要嘅，只係一間好靚嘅屋啊，一間靚車啊。因為我好感恩，即係神保護我啊，使到我唔會受傷害。如果我聽佢講，唔聽佢講，我一早已經係遇到好大問題。第三次的那個項目，神呢就是我在這裡，我在外面做事，跟著神跟我說你要小心你這個做生意的夥伴，我跟神說感謝主。那就是我跟 Bonnie 說就 Bonnie 神跟我說不要跟人跟這個新拍檔拍檔啊合作啊。第二天我們就去開會了，咁咧都有一啲嘅計劃出咗嚟，咁我聽到神同我講，唔好咧就係同呢一個嘅拍檔合作，而我咧，我因為冇揾同嗰個夥伴合作，所以我而家可以同另外一個新夥伴合作，就係其實當時我完全。而當時咧，就我哋係好興奮啊！而呢個人係我哋信得過嘅喎，同埋好有錢，非常之成功嘅。我哋以為咧就係有答案啊，咁但係咧，我哋咧就係裏邊咧好沉重啊，完全咧就係唔開心嘅。我哋唔知道裏邊唔知點解唔開心，即係我就覺得表面上睇嚟咧係嘅。我以為咧，我哋唔會咧，就係去再咁咧，就係呢個人咧，就係嗰陣時我哋冇，因為我哋聽到神咧俾我哋嗰種感覺，我哋當時唔明白點解我哋個心裏邊好唔平安。咁原來咧就係神嗌我哋咧，就係唔好同呢個人合作。結果咧，我哋就冇去應承。咁呢個人咧就係做生意嘅人，就冇一直冇再回應我哋啦。咁結果咧就係後屘我哋睇翻咧，原來嗰個生意項目咧可以令到我哋咧就係好大麻煩嘅。咁咧就係唔好只係見到靚女就係諗住去娶佢啦，唔好用呢樣嘢咧作為一個基石去娶呢個女人，而你要安息喺神裏邊，去進入神嘅嗰個答案裏邊。如果你的生命就會一團糟，最好其中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人給壓力，你會說 OK 讓我想一想，那些人就說喂你要立刻做，不做的話就會是沒有了，這個就是這麼好的選擇。那你會說不要緊， OK 你說哦退一步，我進入安息先去想一想。有當然有時候有一些咧，就係、是、真係機會性咧，你係即刻要做嚇，但係你要去有平安嘅時候，你要進入神嘅嗰個好實在嘅平安，咁你先至。如果你係冇平安，
如果神俾你冇平安，你就唔好做你决定啦。即系话，如果哎呀呢度你可以娶多啲机会，娶多啲女人都得，多啲工作机会，唔好就系谂住呢度就系一个答案，而系进入翻神嘅安息嗰度去揾答案。咁你睇退翻呢个古仔，咁当时咧大卫只系一个牧羊嘅孩子，17岁，有几大呢？咁咧就系、是。大卫咧，跟住着咗咧就系扫罗嘅衫，但系大卫完全唔习惯，从来冇咁样咧着呢啲衫上战场嘅。跟住咧，第39节，啊，你做咩唔着扫罗嘅衫啊？你系咪去反叛啊？好啦，39节，大卫佩刀在战衣上，试着走走汗，因大卫从来冇试过，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路，因为我从来冇试过。于是他脱下身上的这些军装，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大的囊里，手里拿着甩石的机缘。迎向那非利士人，咁當時咧就係大衛就冇著到咧係掃羅嗰套衫啊，實在唔習慣，亦都走唔到路嚇。跟住佢只係咧就係攞咗即係個杖啦，喺溪水中咧挑選咗5块係光滑嘅石子。其實呢啲都係神咧指示佢要去做嘅嘢，跟住佢就照做啦，放喺個袋裏邊就係咧。牧羊人所帶的囊啊，嚇嗰個袋，手裏邊又拿著呢個係甩石的機緣，向著那個非利士人啦。咁就係呢個係好先知性，而呢一個咧點解五粒石呢？其實咧大衛係要去諗住殺5个巨人嘅。佢。拿這個5嚿石，好先知性，就是用5粒石要殺5个巨人，殺5个巨人。跟住當然他就去到這個戰場，他就解決了這個敵人的問題。看回撒母耳記上看到，你看到那個是很邪惡的憎恨，就是掃羅怎樣憎恨這個大衛，其實他不應該這樣做的。但是他就是要，神呢就是要掃羅去殺亞瑪力人，但他做不到。那很多就是人呢就呼喊了，就說掃羅殺了千，大衛殺了萬，那掃羅就不開心了，聽到。咁好多時咧，掃羅就試過好多次投嗰啲矛啦，嘗試去殺大衛。咁後屘咧就去到一個羅伯呢個地方嚇，羅亞方舟嘅羅伯咧就阿伯伯嘅伯，羅伯呢個地方。咁咧就去。咁咧就係大衛，咁咧就係掃羅咧，咁知道，即係當大衛知道咧掃羅要殺佢時候，大衛就逃跑啦，即係好似去一個好嘅秘密嘅即係活動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掃羅嘅一個即係。認識大衛的人，咁咧就係嗰啲就係去支持掃羅嘅人咧，就對大衛係好嬲大衛。咁喺呢一個係表面嘅呢個宗教化嘅層次。跟住咧就係呢個有一個祭司啦，咁就話：，誒話俾掃羅知，喂，
我見到大衛，見到大衛喺嗰個城市嗰度喎。咁咧，掃羅咧，佢就冇聽神嘅命令，要殺曬亞瑪力人所有嘅人啦，同埋佢哋啲牛羊，冇進入嗰個咧就係、是、安息。但係咧，就係、是、掃羅咧調翻轉，佢結果咧係。掃羅咧就殺曬，就係佢哋自己以色列嘅人喺嗰個城市裏邊，嗰、那個城鎮裏邊有祭司啦，有男人、女人啦，同埋牛羊啦。呢、這個就係我哋一樣都會做嘅嘢，就是、當我哋唔識得去睇安息嘅嗰個價值嘅時候，我哋唔係安息喺神嘅嗰、那個恩典之中嘅時候。我哋唔係去，我哋如果神係呼召你做啲乜嘢，你冇做，你開始去用咗好似壓力煲嘅壓力出嚟，而係開始去殺咗咧，就係呢一個神嘅聲音啦，就好似掃羅咁啦。咁佢同神嘅同在咧，距離好遠。咁最終咧，咁呢一個掃羅嘗試去到巫術嘅嗰個巫師嗰度，係得到一啲嘅啟示。咁唔好咁樣做，你唔好學佢，你要去翻你嘅基石安息。咁咧，大衛唔係依賴佢自己嘅能力。不是依賴他自己的技術，不是他如何打贏紅人、打贏獅子的能力，而是他是依賴就是主的能力。所以最終呢就是掃羅呢就是自殺的，就是有一個是亞瑪力人，寄居在亞瑪力人的家的亞瑪力人，咁就係殺咗，幫咗係掃羅一把咧，了結咗佢最後一口氣嘅。大衛咧，只係想喺一個戰勝亞瑪力人嘅裏邊得勝啊！咁咧就好似耶穌基督一樣，佢順從天父嘅意思、天父意思而得著呢個冠冕。咁咧，然後大衛最終點啊？將呢一個殺咗掃羅嘅亞瑪力人殺死，因為神嘅意思要殺曬呢啲亞瑪力人嘅，所以大衛係聽從神嘅意思就殺咗佢嘅。咁就算係大衛做錯事咧，但係依然咧都披戴著就係神嘅嗰個恩膏。但是掃羅呢，就他因為他不是敬畏神，他不聽神的意思去做，所以他最終是失去了自己性命。而這個呢就是關於就是裝這個約拿丹，他而大衛呢不是呢去扮愛掃羅的、哦、正如他愛他自己的兄弟約拿丹一樣，他大衛真的真心去愛他們，因為呢、就是、大衛呢他真的怎樣去運作他的心智呢，是有神的心智去運作嘛。就算是掃羅他不是做得很好，就算掃羅怎樣唱愛神的歌都好，但就算他被恩膏，而咧，但係佢依然咧都唔會咧係去上戰場喎。呢、這個掃羅，咁即係大衛佢係夠膽上戰場，佢因為佢唔去忽略咗掃羅要殺佢，而係掃羅點樣去憎恨佢，而係佢專心係跟隨神嘅心意。而我哋要去接收從神而嚟嘅，然後喺佢裏邊進入安息。就算我會失敗嘅時候，我一樣都有咧，就基石可以依賴啊嘛。無論人係離去憎我，或者去
攻擊我，嘗試殺害我。大衛呢，有很多機會要殺掃羅的，但他不會這樣做咯，因為他不會呢去殺害神的子民咯，神的受膏者咯。我們有時候很容易 去論斷一個人，是去看低人家啦，但我們要去認識神的恩膏，即好像呢，就是我們要，如果你真正進入安息，你不是呢很勞力地流汗地去做一些事，而你不是去呢就是命令神做一些事，代表你自己做一些事，如果你是這樣，你就不會接收到從神而來，最終就好像掃羅那樣，最終他自己要選擇自殺。而我自己的那個個人禱告呢，就是我看過譬如一些的 YouTube 裡面的搞笑的片段，我看到呢，就是一些的牧師他們說有關是奉獻的問題，他們就在這裡去教訓啲人啊，就話點解你哋唔奉獻啊？跟住喺度教訓啲人點解你有遲到啊？有陣時我喺度笑，即係有陣時有啲人佢好得意啊，因為佢當佢真係發脾氣嘅時候，我又喺度覺得搞笑啊。咁有陣時咧就係好似有啲揸車啊，兩個人都差唔多要撞埋一齊嘅時候咧，大家就落車差不多想打一番咁樣，咁我就喺度諗乜嘢令到嗰個人去咁樣去講呢啲嘢，即係嗱呢一個唔係喺神嘅嗰個安息，即係係一個叫做勞力式嘅，就話我係，所以好多時會覺得呢個我哋又喺度爭戰，我哋喺度咧。就是打過鬥過，因為我們不是完美的嘛，而我們呢就是我們沒有進入祂的安息，我們去怎樣享受祂的愛、祂的良善和祂的關係當中。因為我是講一些生意的事，我跟一個朋友開始了一個生意，好像家庭一樣，現在都是我很愛他們，也都是朋友來的，他都在我生命裡面很大的影響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做生意，可能幾個月後呢就有一些的關係，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最終我覺得呢就是我們將會是去廝殺，差不多大家要廝殺，我不是完美，他也都不是完美，那呢就是去到做生意的角度呢，就說最終我說不如你去做了，我不做了，因為我看你，我注重跟你的關係我看你作為朋友的價值更加大，所以神給我一個異象，給我一個有一個夢，咁我咧就好似一個朋友咧，就好開心咁樣同我個朋友一齊咧，開始呢個項目。其實對於我嚟講唔容易嘅放手，佢好似講落去好容易，但係嗰刻我係好痛苦，因為係一個 B B 嚟嘅，一個做生意嘅 B B 嚟嘅嗰陣時，喺一年裏邊咧，咁咧神俾咗我，我係未有果子嘅，咁神咧俾我一個根基。就是在裏面心裏面的根，不是外在的東西，在一年內呢神給回我，不是因為我粗豪，不是我殺了頭，不是我做，不是我說神啊你的火要降臨祈禱，為什麼你夠膽這樣啊，但是他是我的朋友，我愛他啦，那我就想不如這樣啦，即我不可以保證啦，那很多人的祈禱就說，如果神你做這樣，我做這樣，你就做這樣了，我覺得你是誰啊，你這樣命令神，
但我祈祷就跟神说，你帮助我吧，帮助我去解决吧。因为呢不是一个是根基的问题，是如果你依然是还是有那个根基的问题呢，那呢就是就是一年后呢，这个生意就回来，而这个生意呢就是做得都不错的，那呢是还有呢，这个生意给了我的，我没有去做任何一些不好的事，没有杀头，没有杀人家的头，即是其实我觉得都感到自豪的，为着这件事都我没有去操控人，我没有去做一些什么，但这件事是神给我的。同样一样好像大卫那样，其实大卫可以呢就是拿了这个王国的很多次，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呢就是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大卫呢当时他呢就是他说大卫，神呢就是给了你的，咁你可以殺咗掃羅咯，但係佢冇咁樣做，因為佢唔會自己去攞呢一個王國，佢等候神俾佢啊。我話俾你聽咧，你係喺度為著果子結一啲果子，你好願意去攞攞攞攞攞。我知道咧係有關呢啲攞嘅經文。但是呢，讓我鼓勵你呢，就是讓我，即是讓神呢跟你說話，就是要去讓神呢去成長，在這個根基裡面去做一些事呢，去做成長的工作。但是你會看看，就是不要去依賴你自己的那個技術和聰明智慧。咁咧，大卫咧系冇依赖佢自己嘅能力，佢冇话啊，你睇呢个人啦，佢有能力同埋咧技术，我系可以信得过呢个人啊所做嘅嘢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最终咧大卫咧得着嘅嗰个宝座，都系耶稣所坐嘅宝座。其实耶稣都唔系信得过自己，佢都系信得过天父啫。我都是很忙的，我嘗試做一些事討好人啦，但是不要啊，你要記住要進入安息，不是呢只是看到果子，而是要看到你的根基，舉你的手啦。多謝耶穌啊，我不是一個呢做做做的機械人，我是一個有靈性的人，我是不是我自己被想象出来的被造者，而是你在我没有福的时候已经创造我。你我的思想不是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太大了。爸爸，我们祈祷任何的范畴，可能我自己我做的事是过于是依赖自己的聪明的。爸爸，我就多谢你依然爱我，我依然是有这个能力 去接收你对我的帮助。多谢爸爸，甚至乎我们现在要谦卑下来的时候，多谢你，多谢你。好像呢有些人还是好像找紧一些东西，很紧很紧，就是说我不会放手，我不会放手，我不会放手的。我觉得好像神说呢，就说放手啦，放手啦，你不是放弃我，你是放弃你自己依赖自己的能力啊。可能呢就是有时有些时候呢你需要做一些的即叫做去大家去商讨啊，或者一些去大家去多謝主，多謝主。主啊，多謝你啦，就是給我們結的果子，多謝任何去支撐我們的根基所結的果子，
我们呢不会因着这个果子而是没有尊荣回你。多谢你。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果子，去靠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是感谢主。我祈祷呢，就是我们现在同样呢，就是说我们是祈祷，就是说有一个神圣的那个能力和信心。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是一个根基的能力，更加多的在你的里面的关系，更加多外在的果子，更加多的结出来的效果，更加多的一个好的服侍出来的。我们感谢耶稣你的宝血，多谢你。我们这个祈祷呢，这个礼拜呢，些人呢是更加呢是感应到你那个呢，就是你的平安啦，让呢更加多你跟他们讲的话语呢可以下载下来。他们呢不会呢就停下来阅读，因为太兴奋了，因为太多了要读了去理解了。多谢你，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去透过你的圣经。感谢主，感谢主，祝福你啊，国际英明堂。这个礼拜呢，真的会是很留意到神的同在啦，祂的恩膏。我知道世界各地呢，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啦，有很多事情发生着啦，但我们要确保呢，就是说你不是留意只是 Facebook， 你的主要不是呢就是 YouTube， 而是你的专注力。